星期六，由我罗雪贤同大家主持第39期嘅六合彩现场教珠。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。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583万。由于上一期嘅头奖有人中，所以系冇累积多保奖金。而投注总额嘅15%，亦即系530万，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。在教珠之前，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，佢哋分别系邝国鉴 MH 太平绅士。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嘅代表，香港老叔救济会執行委员会委员郭玲云女士，欢迎晒两位，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啊。香港老叔救济会共有3个中心，分别系湾仔、油麻地同埋深水埗，共提供226个临时免费宿位俾无家者。入住人士可分配一床位及储物柜。中心亦提供电视、微波炉、WiFi、冷气机同热水。各位嘅行政由1义务委员会负责，所以无任何行政费用。所有开支均用作社监薪水及运作之用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有些人会突然无家可归或找不到居所，中心入住手续简单，不收费用。只需有社工转介，详情可以浏览各位的网页。好啦，今期的六合彩即将会继续举行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的搅珠机，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，左至右顺序排列好，可以即刻开始第39期的六合彩现场搅珠。第二个搞出来的号码是34号 ,second number 34。第三个搞出来的号码是35号 ,Virtual number is 35。第四个搞出来的号码是17号 ,Virtual number is 17。出来的话
号码十五号 ，Feature Number 16。第六个搞出嚟嘅号码十六号 ，Feature Number 16。好啦，今期嘅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，等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！分别有十五号、十六号、十七号、三十号、三十四号、三十五号，而特别号码系二十五号噶。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嘅六合彩结果，又或者投二三奖嘅派彩奖金，欢迎你致电1835288，又或者浏览马会六合彩嘅网页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，我哋唔该晒今晚两位监场嘉宾，佢哋分别系郭国鉴 MH 太平绅士同埋郭玲云女士。唔该晒两位，喺度提提大家，喺节目完咗大概十五分钟之后，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。喺度预祝大家好运，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